儿哪件是火锅啊？今天吃的清淡的，整个鸳鸯锅螺蛳粉。你说这个叫鸳鸯锅？对呀、啊，这边是麻辣，这边是香辣的。我就把你尝哈。我这样子都要喝，就是你麻嘴巴。妈，你吃的香辣没有麻火鸡呀？这是能顶啊！好了，这家可安心吃了。嘿，啊，这样吃螺蛳粉才最巴适的吃法。这螺蛳粉是在美团优选上面一分钱买的，现在第视频下方链接，新人第一次下单一分钱就能买的，还能领一个满多块钱三块钱的券哦。今天上火锅的菜，你都是在美团优选上买的，可真的是太便宜了。哎，真的啊？我也常买的。不用了，我昨天帮你买的，今天帮你洗坏了。哎，你哪里来？快拿给我噻！都在这里面啊。